好，欢迎再来收看这一集的杨墨水。我们这一集要玩一个游戏，叫做 The Emulator。我们请到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嘉宾，就是我的好朋友 Phoebe。嗨，太好了。那今天游戏进行的方式，因为大家也可以看到，这是一个非常温馨的游戏，所以等一下呢，就会由 Phoebe 来主要来玩。那我觉得旁边帮他出主意啦，干嘛的？所以，哦，好兴奋哦。好，那我们就先来看一下这个游戏吧。这个游戏现在在 Steam 上面，它是免费的，那它可能才刚出了两个礼拜，所以有喜欢恐怖游戏的朋友们也可以去看看这个游戏，叫做 The Emulator。Before Halloween, my girlfriend Sarah just invited me over to dinner with her parents. Hopefully, it goes well. Oh. Oh my. Okay. Greetings, and we are purchasing Happy Palace. A copy of the emulator. 这个游戏就叫做 The Emulator. Hello.应该是 master， 这应该就是主播。啊！是外面。是外面啦。楼上你没去对，这个刚外面你没去。Oh my god！ 为什么是红的？哦，红色的床 ，why？ 这真的有人呢，躺在床上，有吧？哦哦，看一下那个画，哎呀，一堆鱼卵，这什么啊？好怪，鱼卵啊！我可以坐在这椅子上，等死！哎呦，下面那是什么？连环开。好有螃蟹啊。Oh my god， 哦，有个人。等一下。花开你。我不要。你先啦，你先。我不要。你先看一下他。No. 你快点啦。快点你看。Oh my god。Little brother, is that? 他怎么这样子死法啊？啊！干嘛啦？这是……哦，快啊！你死了！有人呐！他就是不在。快跑！快跑！快跑 ！Run and hide. Okay. Run. 我要躲哪里啊？右边。哦哦，你被他抓到了。左边，左边，出去，出去。关了位置吃饭，哎，我活着了。对，关门。我只是受伤而已。快，快逃，快逃！没有，你就找地方躲起来就好了。啊，我知道你就是被他受伤了太多的时候，你就会死掉。可是我要怎么复原？说话就是有点可怕。哎 ，Why？ Oh my God！ Damn！什么？笔盖吗？笔盖吧。为什么你看笔盖要看那么久？奇怪哎、欸。Oh my god！ 他的爸 爸变成一个棒，哦、他的腿。胆子太大了，我都不敢。Oh my god！ Oh my god！打开了耶，那个本来是锁住的。开的啦。啊 ！OK。它上面电火。Benny， 哇塞！好，那基本上这个游戏也太难玩了吧？好了，那这就是我们第一次的体验这个 The Emulator。那我们会休息一下，然后等一下再来破到底就是这个游戏卡在哪里？对。好的，那谢谢大家的收看，这是杨墨水喽，我们下次再见，拜拜。